奴は電線で騒動を起こしている。いとも簡単に殺しやがった。お前たちは恥とは思わぬか。閣下、自分の作戦ミスです。どうか処罰を。城門を奪い取れるはずが、新四軍遊撃軍が突然来る。おい、言い訳はいかん。閣下、今晩の作戦からして我々はワンヘちゃんを重視し、今国軍小鎮戦と遊撃隊は連合作戦をしています。今後我々の戦いは非常に不利です。ああ、もし君の弟が健在であればな。少なくとも佐田君があのアメリカ人を殺しました。アメリカ人の技術がなければ飛行場再建の任務は続けられないでしょう。俺が思うに、あのホワイトを狙撃したのは目の前の危機を閉じ除いただけだ。だが本当の危機はいつどこでどんな方式でかわからない時に奴らが攻めてくるかだ。ご安心を。新しい専門家が来る前にワンハイジェンの抵抗力を消滅させます。チェンインの特戦隊アトリンフォン、今までで一番厄介な奴だ。倒さなければ帝国にすまない。うん、陈宇，事已如此，别想那么多。怀特死了，我的计划彻底失败。那么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怎么了，这是？林峰，你怎么了？我没事，皮肉伤。怀特呢？医生。啊！失手呢？王营长，你放心吧，游击队的同志已经处理好了。人怎么就没了？亲爱的珍妮，我真的很想你，还有我们的孩子 Kate 和 Jack。
离开你已经好几个月了，比我想象的时间还要久。我无时无刻不渴望能马上回到你的身边，但恐怕事与愿违。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请你不要悲伤，我可能永远留在中国了，这是我自己做出来的选择。在回家与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之间，我选择了帮助受压迫的人类。我希望我能带给他们和平的曙光，告诉 Kate 和 Jack 我爱他们。他们平凡的父亲在做一件不平凡的事，就像我一直为他们感到骄傲一样，他们也会为我为之骄傲。请相信，不管我在哪，我的心都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爱你的怀特。老师，您是一位伟大的人，我会继续您未完成的工作，实现您的理想。怀特先生的事我很遗憾，马克先生，我希望你能够理解，陈宇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怀特是我的好朋友，他的家人听到这个消息已经非常难过。我会向重庆方面汇报此事，我想重庆方面一定会对怀特先生有所嘉奖。我们越过太平洋到中国不是为了嘉奖，而是为了打击日本人。怀特不在，湾海中转站的事你的那个特战队长陈宇他怎么完成啊？高小姐会继续怀特先生的工作。当时怀特老师在建机场的时候呢，是在美国大后方，所以可以满足这样或者那样的条件，但我们这次却不行。我把图纸稍微修改了一下，我觉得只要满足轰炸机起降就可以了，但有一点条件必不可少，就是飞机跑道的硬度。需要我们做什么？人力、物力、财力，我希望调动威海镇所有力量。你真的这么有信心？当然。冯队长那边没问题吧？放心吧，我去找他。对了，南山机场一旦动工，昨天的特战队一定会来搞破坏，更有可能会迎来鬼子的大举进犯。